煎面。哦，比较硬哦。第一见面就打一打就 OK 了。冷静管防御。攻击的瞬间，我打下去会发生一闪的样子。没有啊，没效。哎，没怪物，真棒。
我来了，要打王龙。哎，还不是、哦。又被射了。哦，轻若离子。不要不要不要！防御力大上升。我们的血是不太够的样子。飞出来了，突然想象了一个画面，一个妙龄女子在一个车厢里面，然后一下被飞仔挤着这个少女，刚刚就是这个情况，狭窄空间。电到电到电到，我又获得弹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现在有十发。直走，被打到了。OK， 准备打王。我为了拿 AAA 加，不能放招。
算快。不要玩弄少女。真是玩弄少女干什么？好 ,AAA 加。3A 加。这不就3A 大作吗？1000万完全不能干什么。第十关，11、12、13，好，剩三关。还有是玩easy。都一样，这种啊，这种会防御，然后又好硬啊。这里。加攻击力，这应该是大，啊小，小的太苛刻了，我现在伤害有点跟不上怪物的水准。子弹呢，体积是还可以。我被打下来，
好，跳，等一下，我跳。喂！我跳不到。哎呀，这关的要求。我们现在40，44吗？上不来，哦，这个好大道具哦，果然是陷阱。准备打王，哦，好，不是打王，再撞，再撞啊，再撞！来算一下那种，要求150。攻击，
阶段哦，接招了。好，剩你了。真的，哦，这个这地图还蛮大的。你太刚了。在另外一头也有。没有补血的吗？就第十一关，这关结束之后就十二关。让他撞过来，哦，你也要，
上升，守备上升在前面。还有这边，连招连招，哦，补血补血补血。把他打掉。啊，王，我们面对哥哥了。哥哥，你不要走。我们把他打败了，我的血量差一点啊。然后第十二关，然后再就是最后一关。这两关，哎，除了十三后面还有一关，是怎么回事？打男主角吗？圣都洛陷落，这跟我们第一关的很像。上升，我被压倒了，别压倒我。
上去。哦，有东西哦。飞上升，Max。还有两三关，是那个吧？拿盾牌的，我就知道。把盾牌打爆。打不到，被炸到了。发现可以，把你的盾牌丢出去，来丢盾牌，丢丢丢，不丢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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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，人打是相当的那个。结束，旁边有那个弹药，我捡一下。
我600多万哦，以电变化，算了，我们又不是要拿那个巨大。最后两关 ，Go Go Go！ 啊，这关数刷好了，不拿分数。啊，不理你们。上升，攻击力上升，弹响，这是倒数第二关，快速速刷，一样，我们直接去把那个打倒。场地战，第一歼灭，怪物都不一样。挡在这个蓝色应该是比较强，然后挡在那个小兵面前，然后发挡子弹，还蛮负责任的。接下来绕圈圈，然后最后一关一定很快。Smash， 好少、找那个透明的鱼，
对。绕圈圈之后打那三只小王，然后这关就结束，然后下一关就三轮战的魔王而已。还防啊，还防御。终极一根上去了，然后怪物好像也有点变化，没有男主角那边这么多。A 啊，应该就两个 A 而已。好，最后一关，魔王三连战。对啊，那个 Mark Monster 特蓝色血量的怪物要打20只，我只打15只，然后怪物数量总计还差18个，啊，没差了。Final stage。那个经验值也完全不知道拿来干嘛的。最后是打哥哥的老婆。还想闪吗你？还想躲吗？你再躲啊！你再躲！我们把哥哥干掉了。虽然没有剧情，但是还蛮有趣的啦。四条血，不过不要紧。再打大嫂，打大嫂，这应该算只是挑战模式了。
攻击方不一样哎。他变那个形态哦，原来哦，身为人形态的时候用物理攻击就可以了。好，挑战模式结束。哎，怎么有动画？你前面都没有呢，看一下会不会不一样。不要同样哦，我是的。哎，啊，想说这一个是用女主角来过一轮，然后结果还是一样。最後に伝えたかった、ジーク。史克威尔。私あなたとドラクロワに会え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。あ、俺もだ。希望史克威尔可以把这个重置做得更好，看看卡普通多成功。哥哥跟大嫂离开了，然后再一次的，結局俺の力では二人を救う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。終わったのね。ああ。第一轮我们是用男主角过关，然后这一轮我们用女主角。就实际上全部都是我们女主角在打，男主角根本吃软饭。每次看这个都感觉他在骂脏话。跳过，不能跳过。哎呀，好，那今天下午的实况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先生的怀旧系列《混乱军团》。混乱军团到这边就告到这边结束了。那么谢谢大家收看哦。那晚上时间我一样就一模二第二周目，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。那么大家晚上见，或是明天下午时间再见喽。好，拜拜。
哦，应该是没有再新增什么东西了吧？我以前玩男主角的时候是可以打完魔王之后，然后还有后续啊。600,000,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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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,000,
等等，那个经验值完全不知道干什么。哦 ，Zig， 这是主角名称啊 ，Asia， 男主角 Zig， 女主角 Asia。Extra， 特点印象，英语。Hard 追加，我们 Asia New Game 开始时选择可能。这击鼓。此事有 movie， 不看。好，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